公主，天妖门在城中布置的阵法节点都在这儿了。确定吗？全城里里外外已经搜查三遍了。天妖门之祸终于算是结束了。都结束了，元芝。速度也太快了。我的九尾之力最擅长的便是幻术，而剑清秋的能力便是让众术者所见之情便是所想。当我对自己逆向施展剑清秋，母蜘蛛眼中那是她的世界，而我的眼中那是我的世界。元芝，梅元芝，醒醒！没用的，他的神魂被我囚禁在体内，现在控制他的是我的好大儿。蜘蛛妖子，你竟敢把这该死的蜘蛛嵌在他胸口，砸碎！现在的你还没资格和我先和你的好朋友耍吧，下次见，小梦川。梅元芝，对上他幻术了，怎么会被人囚禁神魂？你要宰了谁？梅师兄就打算这么一走了之啊？难道还有人会在意我的去留？其实公主大人还是很在意你的。已经不重要了。梅师兄还真是不懂公主的一片苦心呢。若不是你心慈手软放过了蜘蛛妖子，一步登天的本该是你啊。够了，我不想再谈论这件事。梅师兄别激动啊。那我们聊聊怎么恢复手脚。你说什么？他说呀，你想恢复手脚。我可以赐予你更加强大的肉体，但是你需要演一次反派，而主角则是你的好朋友。
莽川。怎么，一个白三爷不够，连我也想一并杀了？啊，这个主要这段时间被刺杀多了，有点应激。刀势你已经彻底掌握了？是的，顾祖母，有了刀势，我有把握再上原初山之前灵丹。这下不仅能通过原初山考试，说不定还能拿个好名次。现在知道要上原初山了，杀白三爷的时候怎么没想过？你知不知道这次捅了多大的娄子？别说原初山，你自身都难保。那可咋办？要不现在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让我越个月。你，看来这三个月你是一点教训都没受到。就算再过三年、三十年、三百年，我也会挥那一刀。那我希望你在这条路上别只做挥刀者，而是做那个握刀的人。哼，还杵在那儿干嘛？赶紧给我滚出来！玉阳公主放过我了。一个炼丹窟怎么会有副堂主？他没死还真是可惜了。如果遇到他的是你，白三爷和天妖门勾结这种事儿，你会不知道？你们三人，不愧是我从东宁府万千人选中挑出的少年英才。看来送你们三人上元初山的决定是对的。一年后便是元初山选拔之日，在这之前，只要是修炼上的难题，不管是天才地宝、奇术秘籍，还是疑难杂问，尽可向我开口。接下来的时间，你们就专心修炼。早日悟出世才是正途，其他琐事能不管就别管。公主大人，您知道斩妖大会的妖怪是谁放的吗？知道。为什么？是白三爷吗？我说了，不该管的别管。